家人们谁懂啊，我妈每天遛我五六趟吧得下楼，每一趟她都让我拉个屎给她看，我说我搁这哪儿那么多屎呀，你当我巧克力梦工厂呢？陪她来买杯喝的，我说这奶茶店出餐是真的慢呀，她就不能搁旁边红旗连锁就随便买瓶水吗？这等半天，他点了个辣子鸡面，这面我可真不能吃，我看着就有点辣，不行不行，狗狗我呀是真不能吃。回家他说给我整个酸奶喝，我一看哎还挺好，挺大一盆儿。完事儿我一喝，哎这奶咋这么清淡呢，就是它也不浓稠，它味儿也淡淡的。啊我寻思他应该是给我加了不少水在里面啊，几句就一杯酸奶给我加了半盆水。这在饭点前喂我，再也不知道他是想干啥，他是不是想让我就搁这喝饱了，但是少吃他两口狗粮。不过还是谢谢妈妈，今天也是爱妈妈的一天，我永远爱妈妈。